又赖着味儿，卖肉都不亮。来，吃点，要点馅儿。馅儿的，我领上都上了。你妈又烫了馅儿了？你没给听见了？那就，你就赖着，馅儿也就也就赖着吃。这老根子就真老不行了。我买了包。你看那，小鸡，有个三明治。啊，要不站着吧，有人已经等我了，把我吃。大的有点西瓜韭菜硬了。是啊。这样不，这样不吃不到不了。好嘞。吃个鸭子也想吃。也都想吃，就咋想吃我都不会。你给他整了，这倒灰菜嘞。我的蛋。这树头了，姐夫。嗯，多来点。你吃的牛，你觉得？也少了，下午也不得馅儿了嘛，这都断了味了。是怕了，你弄咱那刀，弄怕了。一哥，都快来来这儿过了啊！还有新鲜，啊，新鲜有一会儿，我哈。对，你不用给我干吃，你这够不了，你吃过了，不转了，干吃别的。嗯，吃什么？嗯，吃着，嗯，吃着就爆了。我觉得都吃撑了，波子。甜不甜，玉芬？甜。甜。下锅吃吧。有就装上吃吧。不好意思上街，还笑人家，还笑人家了。嗯，就咱这个人包过，今天包过长回菜，中。跟菜不一样弄，还菜不是什么多少只让贵吃吗？还跟菜下本中。菜怎么？菜怎么叫陈良吃吗？啥菜陈良吃？哎。上完个号子给我，我上完给他送。有朋友上给他，你再又来两张吗？你这个房子你啊？房子又来了。你再上个再。你去把那后来一个吃啊。嗯，又去了。没事，够吃啥就中。后给我啥？对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小苏。今天大姐跟二姐回家了，来做个简单的大烩菜。今天上多人去了。嗯。咱们这一下子拍视频就跑那么累了。还行。网友都好奇了。哼。有人去偷偷的点睛。就是我在拍点粉条。没人。不用那么少，不少不少，少上怎么穿了？穿了大概才做这些菜。进了都又饱了，不好吃，又不香，做青菜又好吃。鱼盆准备开发啊！踩着发地来了，嗯。妈妈，皮好熟了。他操！皮好熟了，完肥吧，顾个蛋长发了，肯定都。妈妈，还要吃凉菜呀？嗯。希望陈亮菜，但是我准备喝了，多好，麻辣鸡儿会不会？麻辣鸡儿，一个小长鸡儿，都是小长鸡儿，这小耳朵吃了几锅了，好像吃了，零吃了米粥了，好像吃了有哪儿哈？别骂你是不是吃了嘴巴？都吃了爸妈的。妈妈，吃了西瓜。